我们台南市大家长黄市长，文化部啊李市长，昆士兰慈善基金会哦侯董事长，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，咱全球昆士兰啊各总会长，所有中华贵宾，啊，各位咱市府团队啊，市警局局长，啊，各位立委议员，咱各电器工标、各邮局啊，全国的先进代表，大家暗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首先代表咱昆士兰大电路欢迎，热烈的欢迎，大家欢喜，咱所有的先进代表的暗安。莅临咱南昆士大殿路，来共同来庆祝咱建庙360周年庆。啊，今年啊，真特别的一年。啊，咱只共同来庆祝，共同来感恩，要庆祝咱南昆士大殿路建庙360周年。啊，要来感恩，感恩着咱的五副千岁，关林祖、万仙爷。啊，360年，啊，咱必有。啊！咱把咱祖国人民，把咱的社会人民，大家咱平安，把咱共同，今仔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啊，共同啊见证，啊，今仔日这是历史的年代，嘛是一个历史的一刻。啊，咱南昆士大丈夫，今仔日哦，今年伫这360周年，啊，伫正月元旦，我、都做一个。迎春年、雪春年、正春年活动，啊，搁伫只大桥入口，啊，邀请30个贵宾，甲咱写着真宝贵纪念字，啊，再来今年，来就是今仔这个周年庆，再来5月2日，啊，要伫咱庙区啊举办啊月灯演戏，啊，搁伫7月24日要举办咱南昆士啊情人节公益路跑活动。哦，大家欢迎大家来共同运动做公益。哦，啊，再来就是伫11月11日到13日，咱的迄种平安昆士兰平安夜祭。哦，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。啊，昆士兰平安夜祭即摆范围扩大举办。哦，今年扩大举办。啊，搁伫11月13日迄天，嘛是有一个名人节路跑，就是咧纪念咱台南帮咱的一挂企业大佬。啊，咱的路线经过咱的企业大佬，咱的故居，哦，大家了解到咱的企业家的发起的所在，啊，来今再来特别，咱伫大昆的所在，咱嘛要准备要做规划做戏咯，邀请到啊一挂文学家啊，去来咱做戏，留下咱南昆士大丈夫历史的见证，啊，搁在伫咱的广电到万仙堂啊，这个走廊有做历史回廊。啊，做咱南昆士大殿路360周年啊，所有的历史啊，图文并茂，哦，大家当所有信徒来到咱昆士大殿路，会更加了解咱的历史，安尼。啊，而且啊，借着这个时阵，啊，祝咱今仔暗会会当顺利圆满，啊，祝咱所有的神神大殿啊，大家平安快乐，啊，心想事成，啊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掌声，谢谢陈董事长。接着下来，我们邀请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黄市长为大家支持，热情的。